大家好，我在和我的怪兽朋友玩过家家，我来扮演爸爸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？进来吧。好的，那我来演怪兽爸爸。我们扮演怪兽孩子。好。谁从饼干罐里拿了饼干？谁从饼干罐里拿了饼干？是空你吗？不，不是我。是波你吗？不，不是我。是肉你吗？不，不是我。是粥你吗？肉你有你吃的爸爸。吃胡萝卜了吗？没有爸爸。吃菠菜了吗？没有爸爸。我也是，吃点东西吗？吃纸杯蛋糕怎么样？什么？开玩笑的，来点苹果和奶酪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。耶，拜拜，回头见。